弗兰克林先生，我一定会成功的。嘿嘿，休想成功。啊，没了吗？好，实验开始。怎么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呢？是哪里出问题了吗？嘿嘿嘿，线都断了，有感觉才怪呢。福特先生，哎，约翰，你来得正好，过来看看。不用看，你已经试过很多次了。约翰，富兰克林当初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够了，我只是来告诉你，房东让你马上卷铺盖走人。嘿嘿嘿，搞定，看来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就是个捉怪兽游戏，你还真当自己是驯兽师呢？顶级神兽就在身边，师兄弟就来抓我。驯兽仙使活动开始了。这个满大街捉神兽的游戏都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可正前方30米，马上到了，神兽你就等着。神兽就等着我捉吧。说什么呢？神兽是我的。啊，他们也是捉神兽的，我得快。这是什么情况？神兽是我的。怎么回事啊？这些线都是哪来的？怎么关机了？电线！神兽活动只有今天呢。算了，反正你也玩得很菜。不，一定有什么不对。情绪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喵！这都让你蒙对了。出动吧，不怕强敌，极致出击。凯奇，我已经锁定这次的时空起点。行，青青，直接讲是谁在哪干了什么。好，这次被扰乱的是1799年，意大利科学家亚历山德罗福特通过实验证明了金属之间可以产生电流，所以电池的概念就诞生了。资料检索，世界上第一个蓄电池就是福特发明的福特电堆。就是要让福特实验成功，对吧？马上出发。凯奇，这是怎么了？没了电池，手机不能玩。这也挺好喵，摆脱低头族。我先走了。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位清洁工先生，请问福特大叔在哪？是福特先生。目标确认，他就是福特。大叔，你不是个科学家吗？怎么搞成这个喵样子？一个失败的科学家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嘲笑吧。福特先生，发生什么事了？为了做实验，我连租金都用光了，现在要被房东赶走。这也太不讲理了吧！没有科学实验，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啊！我做实验想证明金属之间可以产生电流，可是你是对的，你肯定能用金属产生电流。你怎么比我还肯定啊？你一定要成功，我的神兽全靠你了。反正你不能放弃。我也不想放弃的，可是已经试了很多材料都没法产生电流。可别的，你说材料是一个方面，也可能是实验的装置出了问题。有道理，我再检查一遍。住手！
火箭检查，通天拳套，火箭拳。解决了，鬼家玩游戏。过分，柠檬酸爽合体。冲刺！不不不不！探照十万伏特！牛！通天金刚拳！啊！艾尔小知识，金属能引开电流，避雷针的原理。切，没什么大不了的呀。不急，再来再来，十万伏特。居然用雷雨云来打雷啊！太雷皮了。这得把那些云吹散才行吧？交给我吧。百变重锤，我掐！喂，我掩护你。艾尔，加油！格雷达，我锤！九州，功率太大会感冒。啊，小兄弟！不不，还没完呢！喂，花柠檬，来追我呀，半柠檬！还有小半边。喂，小兄弟。我没事。不，我是想问你，刚才是怎么被电的？闪电明明没有劈到你啊！我不小心踩到这个电线了。这，难道？可悲的，可悲，给你的可悲，可悲哥哥，成功了，这箱里的水泡着之前用剩下的化学材料，现在整个箱子都充满硫酸，你看，这些金属板泡在硫酸里发生化学反应，就是这样产生了电流，真的有电流了。好啊，我又可以上金钟神兽了。闪电猫，不不，特派队肉爆了。跟我再充完电，你们就完蛋了。充电，充电。盖奇，我来帮你。右正，小心。还是算了吧，这风扇电力太小了。好，你等我回去充个电。充个电。有了，艾尔，快接住两根电线。整体功率增加。艾尔，吹散他的雷雨云吧。收到，百变重锤，完成。充电完成，十万伏特。嘿，马力
全开！什么？死的！不留下一片云彩，这块布料溜了溜了。通天拳套，火箭拳，不行，完蛋了！谢谢，全靠你们，实验才能成功。我一定要请你们吃意大利大餐。该说那句话了，开！不说了，谁说我还没抓呢？先走了。有这么赶喵？对网瘾少年来说，还是没电池的世界好一点吧。你已经严重违反时空管理法。糟了，飞船坐标被锁定了。得想办法把它引开。飞吧，带着时间飞船的假信号，一定要把它们引开。你们吗？怎么回事？地区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原来是青青呀，知道吗？不怕强敌，急去出击。青青，这次出动怎么这么特别呀？是因为这次时空起点不好意思。根据分析，青青是因为处理时空起点的事情太忙，没时间吃东西。对对对，就是这样。嘎达飞，下啦！嘎达，这次被扰乱的时空是公元617年中国唐朝的建立。资料显示，唐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朝代。其中代表了中国古代艺术巅峰的唐诗以及唐三彩都出自唐朝。没错，唐朝之所以能够建立，全靠李世民将军攻占了长安。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抱歉抱歉，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李世民。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竟敢来本军营放肆！哎呀！世民，这是李渊和李世民。诸位勇士抓刺客有功，本元帅平阳。姐姐，姐姐，她是李世民的亲姐姐李平阳。我说过多少次，女孩子不能上战场。你以为绑走了世民，我就会派你出战吗？不可能。短短三个月时间，我已将令召集了70000士兵，爹爹凭什么看不起我？哪个的？
这70000人哪个不是冲着市民的名义来的？你真当自己是将军啊？这次攻占长安的计划是我提出的，就应该由我来执行。你连弓都拉不开，还说什么攻占长安？谁说我拉不开弓？胡闹！你一个女孩子会有多少力气，我还不清楚吗？来人，带她回去好好看管。哼！市民，准备出发，烧毁敌人的兵粮库。遵命。等火光一起，我就率大军攻城。李将军，请允许我们一起出战。你们先行一步，我带上弓箭随后就到。记住，我们的任务是打开千斤闸，火烧兵粮库。兵粮库我懂，士兵和战马粮食存放的仓库嘛。这千斤闸又是什么东东？根据资料，千斤闸是通过顶部的绞盘柱控制开关的闸门，市民将军一人之力恐怕无法打开。我自有办法，当务之急是解决守门的士兵。就这两个兵，本喵两枪就搞定了。小声点，会被发现的。根据分析，轻举妄动会引来援军。管他援不援军，本喵通通打飞。不行，这样只会引来更多的敌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样办呢？对的哥，我有办法。李世民将军。救命！救命啊！没想到李世民穿女装还挺好看的。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啊！哎呀，不小心！姑娘，你没事吧？有坏人要抓小女子。装得这么像，不愧是李世民。就在那儿。太欺负人了，我来替你主持公道。走开，让我来。哎，你碰我，我先。没人呢，在这儿呢。免得。赶紧找事情。不是，别急，兵粮库守卫森严，但我也进不去，仓房内肯定也。什么？不准进去！柠檬酸茶，和你。檬茶，仙女下凡。好丑！和仙女合体还能那么丑？你的丑基因是有多强大呀？不不，圣基，爱心暴击！来，爱心暴击！轻松。是吗？爱心爆头！哇！闪电猫，仙女，全宇宙最美丽的仙女。根据分析，刚才的光波会让人变成萌茶茶的狂热粉丝。拜倒在我的柠檬裙下吧。有了，合开萌茶茶的双手。收到，百变重锤。我跳。大火通天拳套万能爆。可悲的。这下你比不了心了吧。谁说单手比不了心。真受不了他们，可悲，这下怎么办？拿去吧。你这是？姐，你才是执行这次计划最佳的人选，去吧，去证明女孩子一样可以闪耀战场。领命。只靠我们女孩子一样能赢。女孩子？难道你是李平遥？没错，我有一个计划。
可悲。仙女好怕大风。仙女别怕，有我们在，谁也伤害不了你。哎，说什么攻占长安？谁说女孩子拉不开弓？拜托了，等等！飞上！打开了，这就伤兵难控。不不，不准，不准！仙女想进去我的，绑在我身上。百变重锤，我敲！通天火箭拳，逆转光枪，超频射击，糟糕，上当了，太迟了，嘿，哎，冰粮库已被烧毁，众将士听令，进军长安。是。啊！城里面怎么了？快，快看那边！敌兵！啊！看到了没？不愧是我的儿子市民。爹爹，我在这儿呢。什么？你怎么会在这儿？那爹爹，我有多少力气您现在清楚了吗？那历史记载，唐朝建立后，李平阳被封为平阳公主，而且她还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女将军之一呢。又到说那句话的时候了，齐去。等等，这一次这句话只能由我们女孩子来说。齐聚特工，任务成功。果然又是假的，秦青，你逃不掉的。情况不妙，得快点按那边的停止键，不然要炸了。我也想啊，但这个状况，根据分析，我们人手不足。放心吧，蜡笔来啦！别，那是自爆剑。自爆剑，停止键在那边。左，左，再右一点。还是往左一些吧。可逼，蜡笔来啦，我来帮忙。简单。没纸了。
事。也没什么了，我只是报恩而已。啊，报恩？对呀、啊，我留在崎岖小镇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到糖果店帮忙，弥补我之前惹的麻烦。哎呀，说好的看店呢，怎么又不见人了？那别。至于第二件事，就是报答你们帮我拿回照片的大恩啦。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啦。不，有恩必报、是我们部落的规矩。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们的忙我帮定了。这报恩也能强买强卖的嘛。收到求助信号。请特工队，居民先出大事了，你们快来吧。我先过去了。喂，纳比，我们出动吧，不怕强敌。一切出击！勇敢的开启，坚强不向困难低头。变身装置，启动，凯奇变身。出萌萌的助手，用超能力来。下界猫变身。爱儿就是力大无穷。青春与大危机，我们去斗。强壮大爱发勇猛之后。爱儿变身。勇敢的实在不痛不痛，不畏前方是怎样狂风。请和我。陆地行动，原地乘坐绿光超跑。哪怕前方是苦难重重，守护的心也不会摇动。我们是前行的团队，解决危机。一切特工队，出发！这咋回事啊？哼！我就知道，又是你这坏家伙！错了，居民街在那边才对。哎，有人吗？我要干坏事啦！卑鄙，居然声东击西！不，是你搞错了。纳比！喂，先松开我呀！外星坏蛋！哼，来得正好，就让你们见识这把。不见，接招吧！等等，让我先说完呀！不听！嗨！嗨！嘿，轻轻松松，任务成功！剩96次了，等等，什么96次？我们部落规定，被帮大忙就要百倍报恩。纳比，你在哪？糟了，是店长，我该回去看店了。下次见啊，拜拜。不能再让纳比帮倒忙了喵。哎，我有个主意。啊，差点忘了给班主松绑。要骗纳比？不是骗，是做戏。艾尔、嘟嘟，你们找青椒博士借一个看上去给力点的机器人当坏蛋，我们假装被打败，然后凯奇，你再叫纳比过来救我们。这么一来，他帮上大忙，我们也就扯平了娘。这不太好吧？那你等着他再捣96次乱喽。好吧，我同意。咕比嘟，博士来了。咕比嘟，咕嘟。按照计划，博士配合我们当反派。不过，这机器人的配色和皮鹿有点像。因为我就是皮鹿呀。咕咕咕。啊，有危险！哈哈哈哈！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新玩具。
哇！救命啊！凯，纳比，有坏人是吧？对，大家有危险，要我帮忙对吧？嘟嘟演技不错嘛，嘟嘟，你的对白不用说太多了，反正纳比也听不懂。哇！啊，来呀！好疼啊！还真的。闪电猫，危险！鸟艾尔。闪电猫，通天捕手，发射！纳比，来帮忙！演得不错，继续！啊，不是这样的，纳比，你听我说，我都听见了，你们居然想些鬼主意骗我，太过分了！等等我！我们不应该骗你的。不，我也有错，以后就算帮忙我也会注意一点的。好了，大家都有错，就算扯平了。你还好意思说，这鬼主意就是你想出来的。大爷，快帮忙啊。我才不要呢。